本月十九号呢，《人物》杂志评选出了2017年度全球最美女人，她是谁呢？她就是奥斯卡影后 Julia Roberts， 那她也是第五次获此殊荣了。美国《人物》杂志十九号揭晓了2017年度全球最美女人，茱莉亚·罗伯茨第五次当选。对于这份殊荣，茱莉亚表示非常荣幸。早在1991年，23岁的茱莉亚首次被《人物》杂志评为全球最美女人。1991年也是茱莉亚凭借《风月俏佳人》迅速走红的幸运年，这部电影还为她赢得第6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。接下来的2000年、2005年和2010年，茱莉亚三度当选全球最美女人。2001年，茱莉亚凭借电影《永不妥协》在奥斯卡金像奖上如愿封后。今年已经49岁的茱莉亚以其冻龄的外表和优雅的气质再度登顶，可见她非比寻常的魅力。据了解，刊登有茱莉亚·罗伯茨照片的最新一期《人物》杂志将于本月21号发行。